讲述军旅故事，分享励志人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军旅人生》。在北京军区某仓库，有一名这样的士官，他不仅可以用残疾的左手灵活驾驶叉车、牵引车搬运物资，而且呢，还精通机械维修。无论是仓库里的大小机械，还是生活电器遇到故障之后，到他的手里便药到病除。不仅如此，他还常常有些小发明和创造，既节约了经费，也给战士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位机械能手和他的发明创造吧。我叫孙克斌，来自江苏南京，现任北京军区某仓库搬运机械维修站技师。很多人觉得在山沟里当兵苦，大山深处的日子寂寞，但我却自得其乐，一头扎进机械堆里，我便浑然不知外面世界的风雨。在维修站，大家都叫我维修小专家，大到汽车、叉车、装载机，小到一盏台灯、一把门锁，普通家用电器我都会修。这是我最得意的作品，曾经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便携式充电机。别看它外表不起眼，作用却很大。它的出现大大缩短了我们装卸物资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虽然我左手在一次事故中受伤致残，但我凭借着自己对机械专业的热情和毅力战胜了困难，在叉车驾驶比赛中获得分部第一、军区第三的成绩。我相信只要有热情和毅力，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比遇到的困难多。怎么了，王先生？我们那个增箱有点……哦，增箱坏了是吧？是。那我看看，怎么回事？就是有点漏电。漏电？对。哦，行，那我就一会儿给你看看。就是上次让那个什么班长来修了一下，然后没修好。没修好是吧？这次他昨天上来，然后他一出这个事。行行行，别着急，别着急。哦，马上给你看看。来，我们俩把这个增箱往外拉一点。嗯。来。像这样提着工具箱给战士们维修电器和生活用品，已经成了孙克斌生活的一部分。他笑称自己这是出诊。那就是中间这一组发热管的那个绝缘电阻坏了，我马上给换一个就好了，它就不会跳闸了。可以了，班长。啊，行，那我走了啊。门坏了呀，什么凳子坏了、椅子坏了、是床坏了，什么都会找到我去修。就包括什么农副业生产的工具坏了，也得找到我。咱们砍树的那些锯树的油锯啦，那些东西都会找到我。如今孙克斌已经是仓库的维修专家了。由于仓库地处大山深处，外出很不方便，所以很多电器和用品坏了，大家都会想到找孙克斌。而他也在这个自己曾经认为荒凉和寂寞的大山深处找到了自己的兴趣。
只要是碰到这些上面的事，我感觉我马上就有那种有了那种工作的激情，就是想去干。看这个东西坏了，那我觉得我能把它修好，我能让它正常工作，我就有一种成就感。孙可斌刚刚入伍来到仓库那会儿，是个对机械一窍不通、整天唉声叹气的愣小子。虽然抱着当兵吃苦的想法，但是从老家江苏南京出发，列车一路向北，越走天气越冷，孙可斌的心情就像路上的风景一样，越走越荒凉。一看全是荒山野岭的，而且那时候我们住的房子也非常破，楼前呢连一块水泥地都没有，全是泥土地，也没有任何的娱乐设施，唯一的娱乐设施就是一台电视机，这是仅有的一项娱乐设施，其他什么也没有。因为从小就对机械感兴趣，孙可斌期待着来到部队可以跟机械打交道，学一门维修的特长。但是好不容易熬过了新兵连三个月，满心想着去维修站的孙可斌却被分配到了勤务连。每天路过机械维修站时，看到其他战友在训练叉车驾驶，他的心里羡慕极了，很羡慕他们，特别羡慕，特别想去。2005年仓库成立搬运机械维修站，孙可斌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主动申请调到维修站。来到这里后，孙可斌的热情好像瞬间被点燃了一样，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没有想到的是，刚到维修站，孙可斌就在一次常规训练中从器械上摔了下来。当时摔了以后，当时觉得也没什么事，就是肿了，然后呢手有些发抖，感觉应该没事了，就贴了膏药，抹了点红药水，觉得就没事了。好不容易能开上叉车了，孙可斌心想绝不能放弃这次机会，他忍痛隐瞒伤情，坚持训练。但是随着训练强度的加大，他的手慢慢的开始不听指挥了。无奈之下，孙可斌只好去医院检查，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就是这个陈旧性骨折已经一年多了，然后就医生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来，因为我受伤的这个手腕里面那块骨头它特别特别的不好长，虽然从我这个大拇指那个根部剔了一块骨头下来，把它植到那个我受伤的那个陈旧那个坏死的骨头上面去把它剔完，但是没有植活，所以到现在还是那个陈旧性的骨折。医生告诉孙可斌，他的伤恐怕很难治好了，等于左手落下了残疾，这让孙可斌沮丧万分。以前那个我们连长嘛，在那时候常常跟我们说嘛，你不要轻易的放一件事情，你只要有目标你就奔着他去，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想办法你就琢磨去，他总会有办法。连长的这番话点醒了他，能开上叉车是他的一个梦想，如果梦想此时坠落悬崖，那他也要给自己装上一对隐形的翅膀再次飞翔。没办法，我就自己
把做了一个绷带，把它套在手上，特别是像拐这个直角弯的时候，它打方向速度要特别特别快，嗯，慢一点它就会倒杆。你要是当时这个也有限定时间，你不可能去慢慢的去操作去，然后就是为了防止它脱手嘛，打方向。把绷带套在手上，这个方法可以帮助孙克斌把左手固定在方向盘上，在减少手腕用力的同时也固定了方向。他们练我也练，他们不练了我一个人我也是偷偷的加班练。拿着一根绷带，孙克斌咬牙坚持了下来。一年下来，像这样的绷带孙克斌已经记不得用坏了多少根。通过不懈的努力，孙克斌慢慢学会了巧用力气，不仅能够熟练驾驶，还能够完成很多高难度的技能。在当年军区组织的后勤大比武中，获得连勤部第一、军区第三的好成绩。他凭借满腔热情提出机械改造，却遭遇一片质疑之声，努力突破难关却迎来首秀失败。面对重重压力，他能否战胜自我，取得最后的成功？军旅人生正在为您播出。孙克斌，山沟里的修理达人。由于仓库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机械坏了呢只能自己人来修。孙克斌明白，作为一名技师，光有高超的驾驶技能还不够，还要掌握维修技能，才能真正为部队服务。于是啊，他利用业余时间琢磨研究，维修技能呢也日渐提高。仓库的机械出现了故障，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孙克斌。工作生活当中的小电器坏了，大家也会找他帮忙，而孙克斌始终是乐在其中。但是孙克斌并不满足于现状，他的一个大胆的提议在维修站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叉车作业的洞库距离维修站比较远，而充电机是固定式的，必须固定在维修站，所以给叉车充电这件事困扰了大家很多年。孙克斌的提议就是要改造叉车充电机。尽管在此之前孙克斌也为仓库改造过一些工作生活设施，效果和反响也都不错，但是充电机是重要的军用装备，一旦损坏会影响仓库正常的工作。为了能够说服领导拿出一个有效的改造方案，孙克斌想了很多办法。他白天就趴在机器上研究，晚上查阅各种资料。他自己购买了很多书籍，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仓库图书馆的很多的维修的这一方面的书籍啊，他感觉到这些东西拿到他手上就是个宝。最终孙克斌的热情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领导决定让他试一试。这个决定让他欣喜若狂，就在他准备实施操作的时候，却发现现实情况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一开始是就感觉他原来是很简单的觉得，但是买回来一看，他不是那么回事，还是那么大，还是那个很挺笨重的一个东西。因为孙克斌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所以他一边查阅大量资料，一边去请教专业人士，但是改造工作仍然进展缓慢。为了不耽误维修站的正常工作，他把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上了。感觉压力也很大，就万一不成功呢，仓库给你投入了这么多经费，投入了这么多这个人力物力，要不成功怎么办？当时也感觉身上压力特别特别大。
经过两个月的反复研究和试验，改良后的移动式充电机总算有了一个雏形。孙克斌欣喜地让他进行了首秀。众目睽睽之下，充电机却只转动了一会儿，就再也没有动静了。首秀以失败宣布告终。当时大家并没有只说我什么，但是我自己感觉到很情绪很低落吧。那个时候觉得这没法交代了，就感觉是就很难受吧，心里的。他想要放弃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自己曾经用残疾的左手驾驶叉车的那段经历，特别是连长的话也一次次在耳边回答：只要你选择坚持，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比遇到的困难多。后来我觉得人生这辈子不能就这么轻易的去放弃一项事情后来我又从头开始，把又认查了大量的资料，然后改造。好，好，对，调左边。最终，便携式蓄电池充电机改造完成，从此叉车和牵引车再也不用回到维修站充电，大大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三届军士长孙克斌也因为这项技术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孙克斌在翻过了改造充电机这座大山后，他的维修和改造的行动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他利用报废的汽车改造一辆垃圾车，解决了战士们多年掏垃圾不方便的苦恼。改造铲雪车给炊事班做食品架子，为仓库节省了很多经费。入伍13年来，孙克斌的岗位没有离开过仓库和这四面环绕的大山，但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乐趣。最值得他骄傲的是，他的乐趣转化为一个个小小的发明，一次次看似艰难却很有价值的改造工程。或倒货架的上端下端，只要有热情和毅力，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比遇到的困难多。如今不仅自己的仓库甚至其他的仓库机械坏了，孙克斌也会提着工具箱去出诊。就在我们的记者结束采访的时候得知，他又投入到了新的研究当中。这一次啊，他要改造的是机械搬运机，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登录中国军事网。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中国军事网 APP。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自称女壮士的藏族女兵斯纳拉姆，期待您的关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她来自人人向往的香格里拉，却在军营邂逅了属于自己的美景。她梦想驾驶战车驰骋疆场，却在梦碎之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斯纳拉姆，请叫我女壮士。